暖，在雨夜里摇呀摇。晴朗呀，你也在，爱我的一摇呀飘，让我的歌声随到微风，吹开了你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夜之中的苍蝇牵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哇，你这唱起来一点都不像鳌拜啊！对啊，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徐锦江大哥唱歌有带一把枪的感觉。什么带什么枪？娘娘腔。这样好了，为了回馈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支持你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好，献给大家。可是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耶，是，请问我去演猪八戒可能不适合啦，但是如果于大哥跟我们侯怡君去演西游记，你觉得他们演适合演什么？哎呦，干嘛要再问这个问题啦？我想问啊，然后听歌就好啦。不要啦，问一下啦。这我觉得应该师傅说。哦，对。你坚持一定要知道是吧？对啊。好了好了，我觉得于大哥这个款式出来怎么样也款式奔着玉皇大帝或东海龙王那个款式走吧。哇，不是，我觉得演牛魔王。啊，牛魔王，牛魔王，牛魔王适合。为什么？你看于大哥的眼睛，你看不出来跟某种动物很相似吗？哦，有肉。很大的霸气啊！哦，眼神很，你想什么呢？不是，我觉得很有杀伤力啊。对，很适合，因为牛魔王很怕铁扇公主。就啊，就像于大哥怕雅痞子。就啊，这个不叫怕，互相尊重。哦，互相尊重。哎，适合啦，适合牛魔王适合。那我呢？我呢？回击呢？我觉得太平公主是吧？看不起西游记啦，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哎，刚才无关黑啦，侯英空花共。哦，对，你觉得我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说心里话吗？嗯，我当然真话。对，我是、我个人啊，觉得你是妖精就可以演。妖精就可以演？对啊，因为你什么蜘蛛精啊，哇，玉面狐狸啊，啊，兔子精啊，哎呀，蛇精、老鼠精啊。他说你适合演妖精，对，我也觉得你有妖精的特性。对，因为妖精都是不男不女的装扮的。妖精的意思是美艳动人又大方，眼神会勾人。你看你变男的了。你以为你要本东？你以为你要本东？好了，那我们听一首歌了。好了好了。对啊，谁要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要不要抽大师兄了？大师兄。大师兄。对，因为他们两个都不会唱，对不对？不是，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呢，师傅特别照顾我，因为师傅嘛，师傅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二一个呢，这个沙师弟呢，就是剧中的台词特别多，永远就是那两句话。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哇，所以唱歌还是留给你这。对对对，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首歌的名字叫《多保重》，是《西游记》的一首插曲，是跟师傅分别的时候唱的，但是这个寓意很好，大家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平安如意。掌声鼓励，多保重。音乐带来的《多保重》。泪水挡住了远去的身影，从此我
牵挂你跋涉的心中，你给我留下了不语的心痛，这颗心将跟随你的全征程，无法兑现了今生的约定，从此我想念你可敬的笑容，你为我缔造了永远的梦境，这一路要读懂你的爱和憎。向深深，爱就是真情，大爱是真情。狗仔的一天来了，究竟菜鸟狗仔一天今天会与被偷拍的艺人引爆出什么爆笑的场面呢？最主来偷钱，于天差在等。你安尼唔对啦，道理唔对。我知影于天人人有哪里用，拢有啦，但无可能。唔是啦，啊无你讲的。啊于天，唔是于天咧欠钱，全国的人拢知影啊。对啊对啊对啊。这种的无新闻的迄款画面呐、啊，无、哦、去爆点，大家听着讲于天欠钱，大家拢知影，有啥好看？啊无变。啊还袂出来啊，对不？对啊对啊对啊。啊无你咧搞，你来啊。嗯，我队长啊，我压轴呢、哦，对不对？你先来咧，你落只标。我菜鸟靠你，哇！你讲我讲的无好啊，无你去搞你讲。好，无你就甲写吼，好咯。歌坛常青树，风采依然迷人。狗仔连滚带爬大秋踢，众人皆衰我独乐。好、哦，这猴子老师买一样，这猴子老师买一样。你讲我讲的无好啊，无你去搞你讲。好，无你就甲写吼，好咯。歌坛常青树，
风采依然迷人。他讲的干嘛对？你讲的干对？啊，你讲有人要买，有人要看。你讲风采依然迷人，够迷人，你风采依然吓人，好不？对啊。啊，你讲看烟斗，你嘛无红都拉斯烟斗，对啊，你写这笔记，人敢有要看？哦，对啊。啊，无听安怎写？哎，我发写。哦。我做队长，你做假。还是还是较无经验嘿。嗯。花王于天，新报，涉嫌杀人婚尸案。啊，你想咯？不是，我这标题落个正好，那个扒了。不是，拍是有蚊啊，蚊啊。不用，刚刚有蚊啊，就大只，就大只。刚刚无你给我定的，我有看到。真的哦，就大只，就大只。哎，你这个标题我感觉真赞呢。哎，落标啦，你那丢啊？丢啊，哎，落这个标嘛。于天就无安尼什么杀人，那我。以前咱这报纸就是被陷害于天的啦。啊，那无陷害于天，老那边来看咱的报纸啦。哦。对啊。青菜无即个放伊刷啦，回收加盟工嘛，无什么读者要看。对啊。对啊。应该是放我刷。对啊。啊，你今日到底来这要创啥啦？哎。嗯，啊来这规波，你唔知来这要创啥？我知，这所在，这咩所在？这我知。公园啊，有种树啊，你唔知这公园？哦，外邦啊，遐济啊。我这个系百货公司哦。对对对对。嘿，啊，来这创啊？另外一边，好不好？较危险。哦，民宿。哦，民宿宾馆。什么啦？宾馆。嗯，民视电视台啦。民视啦，你讲民宿？民视嘿。啊，迄个电视台哦，绝对给恁的出出入入。哦。啊，咱特别公园这所在等。一定有艺人来经过这个所在哦，咱都可能翕到咱要想要滴的相片。他刚刚话诶，对不？我怕你做组长，队长啊，组长。别讲了，先别讲。别喷烫后边，别讲。什么喷烫？流烫啊！流烫啊！流烫后边。别喷烫后边。加了，加了。笑的啊，遐滴袂乐意啦。你要大你不会吃啊，不要乱话啦！我有秘诀呢。你歌坛一哥，你看我需要做干呢？你歌王呢？啊，不会秘做。好变啊！你做镜头要请？哎，好了好了啊，我们李艾琪有空吼，就去上你们节目《猪哥会社》嘛，很红很红，我知道。